在越南喝酒到底有多便宜？今天来带你们了解一下啊，老板娘嘞，老板娘又来了，又在这里卖东西呢。给我来点酒，来点酒，来点酒，今天想喝酒了。喝酒好。对的，喝点小白酒。啥？给我拿出来一瓶，拿出来一瓶，我看看。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哎呦，这个啥？黄酒。这是黄酒，你确定这个是黄酒？这个是白酒。这个是白酒，一个黄酒，一个白酒，这个比白酒还贵。这个比白酒还贵啊！我看这个怎么像上火了一样？这是酒吗？是酒吗？确定是酒？嗯、没有忽悠我吧？这怎么连什么连生产日期、包装，啥都没有？所以便宜。所以便宜，这多少钱一瓶？要包装不一样啊！啊，这多少钱一瓶？这个一万，这个一万五。哦，黄酒25000，是自己酿的是吧？一万五。15000，来个15000的，来个15000的，方方面面的也不差钱呀。20000块钱，剩的5000块钱给我一根胡萝卜吧，赠我一根胡萝卜，这一根5000块钱行不行？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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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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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明天好喝再来买。